相恋换，我把山弄探一探，竹边搭相不听，请我另类说山弄，农村事情来播报，再给大伙唠一唠，听说最近粮价涨，请我给您讲一讲。吉林辽宁黑龙江玉米主产地之乡，临出玉米拍卖价今年有了大变化，均价每吨破2000，涨价就在一瞬间，市场最近翻常态，多少玉米不够卖，拍卖市场很火爆，有人收购有人要，拍卖价格不疲软，市场行情有好转，玉米价格直线涨，产生深刻的影响，百年不遇变个年，粮食价格也反弹，价格上涨不奇怪，真实需求都存在，供需形势来决定，促进粮食价格硬，粮食价格很坚挺，有关专家搞不懂，担心疯涨的粮价，进口力度要加大，进口粮食很多吨，国内粮价降降温，这种专家真少见，粮价上涨看不惯，这种专家最无用，涨跌市场来决定，涨跌市场来当家，不能随意去打压，粮食价格涨得快，农民认真来对待，认真对待种得多，价格自然往下落，今年粮价有变化，农民关系并不大，谨防囤粮和超粮，农民还是瞎胡忙，小麦收成成定局，价格一直很低迷，丰收不等于增收，农民赚钱都没有，农民都没有赚钱，粮价低得真可怜，最近逐渐在上涨，影响范围并不广，根据网传的消息，一斤小麦涨几厘，最高一块2毛多，还是道听和图说，不管粮价涨多少，农民来说没啥好，很多农民都表态，今年粮食不会卖，大幅上涨不可能，国家政策来推行，事关国计和民生，一定要掌握手中，避免大起和大落，涨涨跌跌不会多，国家都有储备粮，国计民生放心上，农民心里有杆秤，买卖自己来决定，人说农村一大怪，粮食越贵越不卖，涨价也在情理中，农民种田不轻松，回归现实和理性，农民利益来保证，那个来保证，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地球人都知道我做人很狼狈，金钱是玫瑰，是带刺的蓓蕾，让人尝尽缺失的苦水，农民就是累，农民就是累，全世界都知道你赚钱很疲惫，用你的汗水来换真和美，农民受苦受累谁安慰，谁安慰。